这个位置把手放进去，这个位置把手放进去就可以。对，打开就可以，要求是。然后把布巾拿走。这个位置打一个小花。啊，把解开，把下面这个位置抽起来搭一下，对吧？这个是蝴蝶外套，把它这个位置呢拉下来，然后往后面。这样子的话就是个背心，哎，交叉一下，那个是八字，往头上这个有点子，有点子，有点子。这块布呢是几百两。收来收来，就这么长。最主要的是，它是可以把它当成条裙子来穿。这样子打开，套出来就可以。稍微这个位置把它套出来就可以了。可以打一个，打一个也可以，这个位置打一个。这是裹胸，啊，这是一个，啊，或者你这样子把它打开，从中间这个穿过去，直接把它推开，啊，可以推。